我去年撑杆跳冠军，未来你最壮的那个是大侠队友。我之前看过他比赛，你这看着可比来比赛的还紧张。当然了，这是一个教练员的本分，哪像你？教练员？你这是以女朋友的本分吧？放松点儿，不过就是个全国锦标赛。 那他将来要上了国际赛场，你不得直接心梗？只要能去，那我也认了。脚感觉怎么样？热身做好了？没什么事了。 你是有希望，估计我是达不到他那分数了。他现在跟着蔡教练，你不知道啊？蔡立秋是蔡教练的侄子，我们平常在学校，蔡教练三天两头，三天两头提到他，我这耳朵都快听出茧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第22届男子全国。 比赛现场，接下来大家将要看到的是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。十项全能是由跑、跳、投等十项田径类组成的综合性非常强的男子比赛。站在第二道的是我们国家队的现役运动员蔡立秋，他是两届全国锦标赛的十项全能的冠军，也是两届全运会的亚军，可以说是本次比赛的夺冠热门。 站在第四道的是来自南湖的新生小将段宇航，虽说是十项全能的新人啊，当然在之前的大运会上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，同样小伙子长得也是非常的阳光帅气，让我们预祝他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。加油！哎，这摄影师是女的吧？谁帅就一直给谁，我怼着你男朋友脸拍了半天了。帅又有能力。 要我也拍。男子100米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Let's go！ 各就位。100米第一组高水平选手比赛咖啡，南湖大学的两位优秀选手段宇、张波以及备受瞩目的两届全国锦标赛全国王蔡立秋。 都在这里当中，还在相应道。预备，比赛开始，二道蔡立秋，四道段宇航，第一个来人就开始了激烈的冲撞，并驾齐驱，过中点线。 蔡立秋领先1分，蔡立秋10秒72，首次出征全国锦标赛。